Hello，大家早安。今天的 Vlog 呢，因为我要主持我人生第一场同志婚礼，兴奋，然后又 有一点点紧张。颜色。Hello， 那我要出门了。我们现在要准备彩排。好，首先我先请彩姿跟妈妈拥抱一下。好，请新人一鞠躬，感谢妈妈。彼此相遇，因为相爱，因为勇敢，所以今天他们决定携手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首先在这里，我先代表我们的主人家以及新人，在此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每一位家庭朋友，感谢你们的祝福。能不能请大家先给自己一点掌声？保护他，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要有请妈妈把宝贝女儿的手交付给以文，来宾掌声祝福他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以文跟彩姿妈妈呼唤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有请彩姿跟妈妈拥抱一下好吗？他们有一些话想要对彼此说。你的微笑就是我的生活目标。去年我们一起算命，老师说我上辈子是和尚，而你是非洲国王。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能娶到你原来是我上辈子很努力的烧好香。而你这个非洲国王可能是上辈子做了太多的坏事，所以今世来还债的。谢谢你成为我的宝，我会用一生去爱你，守护你，照顾我们的家。我爱你。不喜欢想未来，不喜欢想象未来，因为我很讨厌期待了又落空的感觉。但是因为现在站在这里，我可以勇敢的跟你一起讨论未来，以后请多多指教，我爱你。同性的这个倾向是因为是被塑造出来的，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是浑然天成的事情，这是千古以来都存在的事情，只是很多的有这样想过的家长，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不会在脸书上面就是刻意隐瞒自己同志成分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那样子可能会让我的妈妈去受到一些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我很感谢她，是她把我从柜子里面拉出来的。我从来都没有自己跟我妈出柜，是我妈把柜子打开，有一天跟我说，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男生跟男生在一起，女生跟女生在一起也很自然。但我知道他心里经过了很多的挣扎。然后我今天来的路上，我突然间想到，妈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她刚刚嫁给我的爸爸，然后隔了一年她就怀胎就生了我，就是她的
生命承受了很多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么轻松的姿态站在这里，所以我真的觉得妈妈辛苦了。嗯，我没啊，啊，我今晚给你换对五万步啊，因为你跟我换对，我嘛是会同款安尼做对吧？对啊，就免换对，大家欢喜过日子，我就快乐的。真强之意啦，强之意嘛是无多做伙啦。对吧？啊，你看你叫，看你做，你叫我大家相照，对吧？特别恭喜太子。每次是要给我们双方的外婆一点热烈的掌声。相信家人的支持呢，是他们最强大的后盾。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后的生活要相互相依。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陪伴。我们有请妈妈跟新人手牵着手一鞠躬，来答谢今天在座的男朋友，请一鞠躬，谢谢你们，谢谢。好，等一下你们要离开了。送客了，对，好累哦。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轻易结婚。耶，我已经完成我的工作了，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最重要的是，就他们的家人都很支持他们，就连阿嬷，两边的阿嬷都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老一辈的人反而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加的开放，哎，就是你当你影片里面看到阿妈就说不一定要男生女生在一起啊，女生跟女生也很好啊，就听到一个老人家这样讲，你就会莫名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是真心在爱他们孙子，然后对，然后妈妈们就是在台上讲的话也都让人非常感动，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可以主持到同志的婚礼，因为我真的还蛮，就因为我身边很多同志朋友，然后我就是很爱他们，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很幸福。爱情的国度是不分性别年龄，不管你是同性别或是年龄的差距是不是很大，爱情都是要互相的坚持跟经营，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做得很好，很感动，然后很开心，嗯，耶，成功，拜拜！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然后按小铃铛，再会。